활고 미드, 맨 미드. 喏，我就不是玩 AD 的，他是不是记错人啦？我一直都不是玩 AD 的啊。溜了溜了。必死连招现在成功率多少？我目前放出来的成功率是 100% 啦。来，这样打卡特，来教大家怎么打卡特啊！我那招放出来一定会死一个人。等杀人套路，要让他推才行欸，他现在推的有点慢欸，我要给他打几下比较好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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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好啊各位！等一下，我等他接近一点。他溜了，他是不是知道这一招？有点意外。哎，橡胶丢远了。没事，哎，没事，人呐、啊，难免会有失误，那没有办法、啊，丢准他一定死，是丢准他被粘在塔下两秒，就是还是得死。阿贝太秀啦，中野联动，哎呦，这波中野联动太漂亮了，我这里清完中路直接鬼跑一波大夫上路。扣死他！扣死他！来，鬼跑一波！来吗？溜喽！给我回来一下！漂亮！砍死一个！好想拿两层哦，本来就洗兵好了。完蛋了啦，快跑啦！吓吓他好了。来这边背推一下。哇，冷却很快。我要把两坨野怪拉在一起吃，看到没有？三坨野怪拉在一起吃 ，OK 吧？兄弟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！你是有点贪呐、啊。贪了死你的！他竟然还真的要吃那个蓝巴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个蓝巴就只是意思一下，我没想到他真的想吃啊。完蛋喽！上路这波大夫感觉要死光光欸，我要跳出了，没办法。开一波，没事欸，看我家没死欸。哎，我们准备拿预示者 ，Soul Rank 拿了预示者，建议50%。意外，哎。中路要撞掉了，再跟下，直接撞他二塔。阿贝有改墙吗？阿贝不算改墙，但现在他就是。死啦！撞烂，再撞一座，再撞一座。好、哦，这个钱啊、哦！不行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高哥，哎，其实是可以。歌才唱到一半，没事，很帅。这种看到对面吃了预示者，还敢跟下，直接一波让他们崩盘。陆先生好像版本是死，偏强。陆先没大 ，OK。直接从塔下，对，狼头冲锋，
우후! 아이! 브라보 킬! 완매搭配야 这一波. 와하하! 中路卡特被单杀哦，这可怜哦。 再过来，我会把你臭死。臭甩尾，可以啊，又狠狠的臭死一个。雷克萨很搭，跟那些斗士打也都蛮搭的。这个家伙，好像在找死。 哇吼！会死吗？难道我会死吗？佛系！哎，我怎么敢回来？哭啊！我还以为他能练住哎、欸。一下，一下，哎，普攻，哎，漂亮，太久。啊？就被我翻到，好像翻到了。 不拿他怎么样？全力离开，臭死！我还没开大呢，大家不要紧张。我刚刚那种前面换血，就是那种漫画里面什么孙悟空不开超级赛亚人，先跟他切磋一下，先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。不好打了，我们再开大，再把他干掉。哎呦，又拆一座塔。 冲啊！打野单杀，打野二十杀喽！我来看上路会不会有人走出来？有个小妹妹在这里。哎，黑人来嘞！嘿嘿嘿嘿！嘿嘿，直接抓烂！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怎么有人要跳了呀？哇，卡特死的好惨啊！出来一下，等一下，兄弟们救一下好不好啊？他没办法跳，他没办法跳。 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